一开始，快，快点！哎呦，哎呦我的妈！道具呢？道具在那吗？道具，哎，老爷，你干嘛呢？不是导演，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我在德国上给爸妈买点衣服，这德国上全都是正品大牌，新年活动力度大，而且特别的优惠。没事，导演你要不要？要是要。来，你看你道具。我这道具没有毛病啊，这。三二一，开始！呀，去！你怎么回事？我让你从这上面滚下去。不是导演，我害怕。你有什么怕的？下面不是有人接着你吗？看着，你别笑。一会儿你扫他，你搓手办过去，知道吧？好，来，咱们试一下。好，来，准备，一二三，开始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来，看着，搓手办你要这样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导演，让你学。你这豆腐渣工程吗？我手机废了。你导演，你别急，我在德国上给你买一个。德国上的手机正品保真，型号特齐全，都是官方授权的现货，比其他地方便宜大几百，质量绝对过硬。你先给我弄个过硬的道具。导演，看这，绝对过硬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还可以，你就按刚才我们说的示范，来一次啊。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好。你伤害了我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兄弟，咔，停，道具啊！三二一，开始。给你烧纸了。点呀。停！不是导演，他这道具啊！三二一，开始！该求婚了，快！点呀！咔！停！怎么回事？不是导演，他这……你别笑，道具呢？在那里。哎，妈，儿子啊，家里天暖和了吧？你爸呀，钓鱼去了。啊？你手机听筒是不是又坏了？没坏呀。哎呦，今天的腊肉呀，我都腌着呢。哎呦我的妈！导演，你干啥呢？是给我妈打电话，她手机听筒又坏了。我想花钱给他换一个好一点的，可是钱又不够，所以我哎呦，上次我在转转 APP 买了一个二手的 iPhone 11，比那个谁还便宜1000呢。我强烈推荐你也去转转 APP 去买一台。你看，哎呦，哎，我现在就下载一个啊！你给我回来，嗯，炮给我解决了，炮好解决呀、啊！大成，把炮拿上来。你别笑。你这是三毛。